咱在做有咱的大家长长表，啊，搁咱的主持员，啊，搁王议员，啊，搁有咱的诶，咱官员，诶，咱吼，咱主持员吼，搁有咱的会议员，以及咱在做，我进来恭喜大家好，大家们。真心吼，真正我感觉非常的悲哀啦。其实我有捌种侪国民党吼，因即阵嘛真后悔啊。因看会着讲，用马英九上上台了后，你看着阵现任的官员拢是外省的，你台湾人你搁臭脸的，就你也袂当歹势华为啊。所以我伫遐作恶嘛讲，即个年底吼会选举当面，咱是已经合并啊，无可能啊啦吼。希望讲吼，用选票吼来加，然后咱打讲咱普通的百姓，你若比讲无政府，你嘛袂使家己太乖。伊安怎一个总统，何止个总统，提无政府来管遐尼久，管了才要去提政府，这就是已经违反人权啊啦。所以吼，咱真正讲吼，台湾人真正是爱讲话啦，咱会去以前八当。咱阿扁也做八当的时阵，因是安怎呢？为炮打袂甲炮，袂甲消炎。但是这阵，这款万一失败，大家拢人心惶惶的，一个打就是咩？总统无政府，伊就一直甲关，会安怎在普通的百姓，看要安怎呢？咱看会着讲，包括伫看伊，因这破产上路，迄个国民党的法务员在讲。讲是安怎，人咧开会的时阵，你袂使冲去，包括苏治文人，根本甲陈明文人拢无兴趣，就马上家己爱哭惨。哦，所以咱的习惯已经退步，咱的人权拢已经退步啊。咱看会着讲，从中国大陆这个新疆、啊新疆吼，遐块咧足动，起冲突啦，咱就爱去看咧复活，但吼。嘛是嘛是发生迄个代，啊！咱咧想用这个马英九这个声新中国的时阵，我来讲，伊该放千万人过来吼，马上台湾吼，讲台湾啊啦，反正嘛一定来来吼。所以我是咧感觉讲吼，大家吼一定爱党有关，啊，舒缓。我相信伊家己做甚物代志，伊家己心内做清楚，啊，咱一定爱去消化。哦，台湾人一定爱讲话啦，一个大面的总统就安尼害，很欺负啊，就好痛苦啦。咱不是讲伊袂当来台湾嘛，但是根本就无进步嘛。你想，真正是拢是相同的标准，也那马英九特别无代志，发现了，你人是咩口子，发现了，佫会无代志。但是咱那边的总统。根本迄是政治献金，伊就要家己污乱家己抹哦，甚至对伊的囝、对伊的后生、对伊的孙啊，安尼家己偷鸡食俗啦吼。我真正台湾人一定爱讲话啦吼，啊，而且吼，嘛爱希望大家吼，较踊跃的，一人上分哦，也是总统府哦，咱爱要爱上台啦，一个下任的总统就上安尼去啊，更何况是咱小小的百姓吼，啊，而且吼，嘛爱大家吼。爱大家真正努力啦吼，迄条线有开吼，线线，安尼好无啊？啊，因为即、這个嘛有咱南关线诶，过来咱诶十五家附近吼，啊，伊嘛要甲大家请安吼，谢谢。